巅峰赛2000分原皮露娜。原皮露娜，那你在装什么？啊，我这把魔女都不用买，绝对的自信。单杀，一打三单杀，哇！我真的把压力给满了，兄弟们。哇，兄弟，要么吃个中线都不安全，他在塔下就原皮露娜，这不是小袋，这是什么？3000才经济了，那是我吗？星光啊，随便折磨转转。哇，这露娜他，你跟我说没操作，无皮压迫感太强，撤拉，哇，高手原皮露娜恐怖如斯，我真的接受不了。哇，我真的接受不了了。哇哇哇，接受不了，接受不了，马超第一步别犯露娜。哇，真的受不了了，兄弟们，露娜身上怎么哪个分段的人拿出来都强啊。降临凛冽寒星，哇哇，一点挑战都没有，玩不了，兄弟们，真玩不了，被当玩具了，真的被当玩具了。我现在已经确定了，小袋上号，绝逼小袋，这个人帽子露娜，他太自信了。讲个笑话，我们五个人都是露娜的玩具，这就是自信的下场。这么自信了啊，夹住夹住，抬一下推一下，马可马可，点射点射，一滴血烧死， nice。 哇，机会，哇，你这不是在逗我吗？我真清不掉这波线了，大哥，我真清不掉，他队友全没了，我啊！看一下这个人是谁？讲个笑话，104局90胜率，嘿嘿嘿！兄弟们，你们自己看，真正的小袋，活葫芦拉上小号了，你6边形战士啊，你自己看。